和队友换完身份准备干坏事的时候，突然有个杨幂把队友给吃掉了，我站在原地一脸懵，什么情况？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了，那是我队友啊，还我队友。六号是麻袋的至今事，先告诉其他蛋，突然有个蛋倒了，好了，我没有队友了，队友不在了，只能养麻袋了，知道你们不爱看，这边把七号踩下去了，怀疑七号是潜行，先开个灭火让麻袋先吃一波，看到一号向我冲过来了，先给他一刀，随后去大厅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蛋，看到五号在大厅那边，等一下技能 CD 时间，CD 时点好了，过去把五号先刀掉，注意不要拉五号零，去拉紧急报告。看来这个六号麻袋养得非常成功啊，现在只剩我们三个了，我又是暗算不赢都难。这个口袋赢来八号蛋，一起投九吧，号一起投九。你确定你要八号蛋吗？你这样。这个良心的好麻袋。好好好，这样玩是吧？我自骗，让你们赢吧。最近蛋仔早诈骗猖獗啊，在假网站假链接登录账号送绝版皮肤，都是坏蛋或骗子，宝宝们一定要小心啊。